刚拿下 Bacardi Lexi Cocktail Competition 2016世界冠军的詹家恩 GN 特别公开这次拿下冠军的创意调酒，准备好蓝姆酒、凤梨汁等，跟着冠军来试试看吧。将所有材料倒入雪克杯中，搅拌均匀，滴上两滴麻油，再加入冰块摇匀后倒入杯中，最后以凤梨叶装饰，清爽的小黄瓜，还有麻油的香气提味，这就是冠军的滋味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